我是钢管猎手党的2021年7月25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，时间3:33所拍摄的是土胆机的马吉猫2022年的新的彩绘，今年度的马吉猫彩绘亲子高亮型钢管的是捷运列车彩绘捷运列车。又一次哦，我的马吉猫彩绘。在台北站停靠，落下面个马仔们走路中大中，超感动的，竟然能够到老板，是胆子，水，看淡水的 C30型0140-03 编组，在台北站停靠，马吉猫彩绘。2022年的马吉猫彩绘捷运列车在台北站停靠。好，关闭车门，先拿，拜拜。